鑊，加入四湯匙油，等油熱的時候，我講下我的材料先啦。我有兩隻大雞髀就斬開，總共有成765 g 嘅雞塊。我有200 g 呢個甜椒塊，就一半綠色一半橙色。呢度咧係150 g 嘅菠蘿切塊，有25 g 嘅薄薑片，同埋咧6條小米椒就去咗嗰個釘。咁跟住咧，我又要預備個醬汁咯喎。我就會用咧60ml 嘅菠蘿汁，4湯匙嘅米酒，2湯匙嘅生抽，1湯匙魚露，1/2湯匙澀汁，1茶匙山粉，2茶匙蜜糖。嗱，油熱啦，首先咧就落啲雞塊，大火煎佢5分鐘。煎了5分鐘之後，撥開啲雞卷，就爆香啲薑片同埋小米椒，就爆香佢30秒到，就將嗰個醬汁加落去，炒勻佢，起辣就冚住佢。轉小火炆它15分鐘，煮的中途就攪一下它，讓它的調味均勻，然後就繼續炆煮。15分鐘後就轉大火，然後就將甜椒塊加入去，攪勻它1分鐘。